新北市有相当美丽天际线，为着推广白山旅游，新北市观光局以青山轻旅行为主题，推出五条精选的套装行程，欢迎介白山的朋友报名参加。新北市四周有美丽森林资源，观光局为着推广白山旅游，特别规划五条步道的旅游行程，要邀请爱白山的民众来一抓丰富的文化生态旅游。我们最主要是结合轻旅行。以轻旅行为主轴，那结合在地的农食跟特色店家，我们也结合了说百年三境的这样的一个特色，我们推出了五大套装游程。另外在我们的新北旅客粉丝团更有所谓的青山分享趣，也欢迎各位朋友参加我们活动以后记得到我们粉丝团来分享，我们有神秘礼物以及现在大奖等着大家。今年的白山节活动不仅有团体的行程，观光局也特别邀请知名作家刘克湘来举办讲座，向大家推荐宝甲步道、淡蓝古道等等五条自由行程。新北市的登山，这次选出来的登山步道呢，它旁边都有山村农庄，那希望说我们的登山的市民或朋友在走这条登山步道的时候，同时也可以了解周遭的地方产业，跟当地的农民做互动，然后透过这样的互动，将来能够有呈现所谓的里山的雏形。这摆旅游行程报名时间会从6月12号下晡2点开放报名，总共有700个名额。另外参加这摆活动还佮因参加抽奖，奖品真丰富，有兴趣的民众千万唔通错过。记者苏宏杰，新北市采访报道。